自古川渝为一家，八人上烹，熟人回品。重庆菜就是川菜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分支，地方风味浓郁，注重清泉顺浓，善用麻辣著称。大师的菜，家常的味，我是重庆厨师张昭。大师的菜，家常的味，我是冯伟。大师的菜，家常的味，我是游艇陈继月，陈清河。大师的菜，家常的味，我是李祖斌。大师的菜，家常的味，我是熊远。欢迎全国各地的美食爱好者光临重庆，品味重庆，点赞重庆。